四叔桥上劈噶，代理多过客，咁多西装哥哥嘅，搞乜先？哦，原来系四叔深水埗晓上新盘嘅售楼处，睇落人头涌涌，去就去多人，但系都系得代理咋。四叔嘅行地，寻日突然通知深水埗晓上同九龙城晓汇两个新盘，即日起引入全新优惠促销，即系劈价。买家可享最多 3.75% 离印费和免两年管理费，更特别是以现金回赠补贴买家装修费，而回赠金额以单位建筑面积计算，晓上每尺回赠1000元，而晓汇每尺就回赠500元，但是必须成雕才可以获得有关回赠。以晓上建筑500多尺，最便宜尺价定价590多万，单位建筑尺价10083元，净计发展商补贴的每尺1000元装修费，加上其他优惠，变相减价最多 13.5%。 劈这么多都是因为销情惨淡，全数138伙，卖得7伙，一手新例又来紧，各个发展商总是加多几钱肉紧，散得几多得几多啦。只不过代理几落力都好，听闻都是没单开啊。